大师兄被火烧死了，啊！来，你看，大圣，大圣啊！嗨，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，这点火算什么？他这是急火攻心，昏死过去的。哦，哎，不信你摸摸他胸口，还热着呢。怎么样？好，浑身都凉了。大师，哦，卷帘大将莫急。 带我去还魂珠来，多谢。别忙，别忙。还用什么还魂珠啊？它能有72般变化，就有72条性命。来，你们扯腿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来吧，让他试一试吧。好。 睁眼了吧，大圣，好些了吧，大师兄，好了吧，啊，大圣，你受苦了，猴哥。 若不是我老朱救你，你早就了账了，还不谢谢我啊？大师兄，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，是不是？用老贤弟了。哎，不谢不谢。大圣，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，反水灭不了他。大圣，你不必太着急了。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？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！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，叫天天应，叫地地灵。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？要降服那红孩儿，就得去请观音菩萨。可是，师兄，我皮肉酸麻，腰膝疼痛，驾不得筋斗云。去请观音菩萨，让我老朱去吧。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。啊！ 大圣，天蓬元帅屈德呀！去是去的，八戒，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，求他前来啊！哎，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，
弟子朱能叩头。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，来见我有何事干？啊，菩萨，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，师父被那圣婴大王通海儿掳了去，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，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，师兄被火烧伤了，师兄让我来请菩萨，求菩萨发佛慈悲，快救我师父一命啊。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，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。不是我冲撞他，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。这样吧，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，你赔个礼，我给你讨个人情，把你师父讨救出来。太好了，他要肯放师父，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。谢谢菩萨，谢谢菩萨。走吧。大师兄，你看。就这儿。就是这儿。就是这儿。八戒，不要害怕，进洞去吧。进去吧。上了你的小妖精的当了，我师兄是齐天大圣，不是好惹的，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，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。还逞强呢，我吊你三五天，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。吃了我。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吃了我，叫你们都得猪瘟，不得好死。慢，急如火，快如风。有，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？认得。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，请他们来吃唐僧肉。是。是。哦。老爷爷来了。这么快就接来了。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。是。我儿免礼，免礼了。父王，请。